友谊，爱情长跑九年，二十日终于在浪漫的冲绳海滩上修成正果。纳豆随后在社群分享了求婚的过程与感人的告白，并曝光了完整的求婚誓词。纳豆在求婚誓词中深情告白：“跟我在一起的这九年中，应该比你想象的还要刺激很多吧。”他回忆起过往的点滴，特别提到自己曾因脑出血陷入险境，是依依坚持送他去医院，才让他能够顺利康复。他感性表示要好好的谢谢依依，感谢对方的温柔与坚强，包容了自己的脆弱与笨拙。纳豆表示，过去他总是意气风发的承诺会给依依幸福的生活，但经历了生死关头后，他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体悟。虽然现在他不敢这么说了，但承诺自己以后会比以前更加努力，让女友当个更快乐、更幸福的公主。最后，纳豆真情告白，表示自己的命是依依捡回来的，所以不管今天依依的答案是什么，自己都会用剩下的所有来照顾、陪伴和爱着她。纳豆的深情告白感动了无数网友，大家纷纷送上祝福，也对两人坚定的爱情感到羡慕。 뜨겁고 이젠 공기마저 달콤해